伙伴，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？蛋仔的嘴巴都是在脸上，对吧？没一个嘴巴都是长在脸上，蛋仔的屁股上是长尾巴用的，对吧？对吧？伙伴们，什么？我竟然发现了一个蛋仔，那个蛋仔的屁股上竟然长了一个嘴巴，竟然长了一个嘴巴！伙伴，难道你们不想看看屁股上长嘴巴的蛋是谁吗？是谁吗？兄弟，我发现蛋仔岛上的蛋仔都非常的奇葩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蛋仔岛中竟然有独眼蛋，还有三个眼睛的蛋？伙伴们，伙伴们，我猜你们肯定没见过屁股上长嘴巴的蛋，对吧？今天我发现了一个屁股上长嘴巴的蛋。伙伴们，先告诉你们一个冷知识，蛋在派对中的皮肤一共有126个。可是啊，伙伴们，这些皮肤大家应该都见过，没有一个人在屁股上长嘴巴，对吧？所以有很多人觉得没有人屁股上长嘴巴。伙伴，错，大错特错呀。伙伴，伙伴，其实蛋仔岛中有一个人的屁股上长了嘴巴，并且那个蛋还被我发现了。伙伴，有个蛋仔名字叫黑森麦克，众所周知，他是嘴巴最多的蛋仔，头上有三个嘴巴。可是有一个秘密你们肯定不知道，当他转过身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原来黑心麦克的屁股上竟然也有一个嘴巴，你们看到了吧？所以啊，嘴巴藏在屁股上的蛋就是黑色麦克，你们知道了吧？你们知道了吧？